钓到！哎呦，这很大条！哦！钓了两个石头，两个石头，两只鱼。石头是我哥钓的，鱼是我钓的。对。弟弟用青春的霸气来吸引你。青春的霸气。魏千哦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看这个20岁的吧？你看哥哥，就这样一直看你。你刚刚看小远的眼神，充满爱意对吧？我想吃又有点，好不好？我也在有点纠结，毕竟他还是弟弟。我来了，弟弟。要伸舌头吗？好，准备。打死他。I got. 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是啊，他们是啊，是高个，是高个。也想不清楚哪一天没签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日常了吧？每一天。那你觉得弟弟的文功好吗？有待加强，好不好？才17岁，想十七岁也可以的，这这样也不要太好，好不好？哥哥慢慢调教你啊。而且是幻想，是幻想的初吻哎。那你可能要撞我们牙才会像17岁，亲完满嘴的血。